我们先扫荡再看你今天要干嘛，好不好？不是啊 ，sorry， 先资源的采集，然后再决定今天要干嘛。这些都有坐标的哦，各位。这些我老实说，我觉得坐标也是重点哦，因为我们每一期在扫的坐标都是 different 的。你看，其实也蛮多东西可以讲的，我觉得。所以是时间到才要验证的意思吗？最新的改变，我觉得这样也好啦，因为以前的验证是强制验证嘛，现在验证改成时间限制，我觉得等一下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被接受吧。所以强制验证被那个了吗？被那个的吗？哦。这个呢，可以进一步提升部队在地图上采集的木材速度啊。看一下它的一个介绍，出木具。好。哇，这什么鬼啊？这是新的吗？好猛啊！所以这整串叫做流声苦卷。